就係咁嘅。不過呢啲咁大是大非嘅議題啊，管制即棄交餐具喎、啊，市民有邊個立法會議員會反對㗎？所以計我話咧，2025年呢個估計只會有早冇遲嘅啫。阿美小姐，嗱、啊，外賣唔俾用發泡膠盒又好，唔俾再派塑膠餐具同埋其他塑膠容器都好啦。啊，學阿輝仔話齋係嘛？擺到明啊，唔關阿楊總事。乜嘢啊？唔用塑膠餐盒，周記啊，咪改用嗰啲方解嘅。